儿早上都起烂了。哎呀，搞快点儿，菜上的位置都怕没得了哟。勤劳的婴儿有米吃。那个拿那个来卖，没位置了。谢谢奶奶。这儿卖嫩得不得了的红菜。进了个饭菜。买盆菜，买盆菜，那个位置一点都不好，等到。我看那个亮亮在那儿卖成绩好好卖。等那个亮亮卖完了，我就买他那个位置。买盆菜，盆菜，花钱。盆菜才不是假哟，这个一块钱。慢走啊，不慌。买盆菜吃，吃两块钱斤。人家喊，那个平台上面有虫。刚才我逮到几根儿，捉了几根儿。好，半斤了两，卖了一半了。上菜，笨嘞，两斤嘛，一斤嘛。来，两两，慢走。我自家的盆菜又卖了一块钱，哎呀！那两天下了雨，菜市场的盆菜很多，那个盆菜又下了一块钱。谁说买盆菜？买盆菜几钱？菜盆菜一块。快前进！大叔家两百，我不要要给你，给我来吃饭。叔叔，你要得不？那里要得不？我在上班的呀。来，减半。好好，赶快，好。哎，两块来，好好，慢走哈。现在一块六，一块六呀，快一块六。好呀。来，亮亮，一块八。你好，慢走，亮亮。你好，慢走。好，这个是盆菜最多的一袋，卖三块钱，全部是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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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花盆菜对，那边没有洗水那边。一般我什么？上回又来招待我。对。两块钱，好，两块钱，两块钱，好的，看吧，我再中间给你，哎，不谢，好，慢走，宝宝，又上菜，很菜很菜的呢。一下成了芒果，我跟你说好便宜了哟。感谢。待会给你煮芒果嘛。谢谢你，亮亮。给我一下蒸完了。给赚你两块宝。今儿早上。今儿早上土豆吃的。哎，我们刚吃的。那个没得了。来疯了。慢走哈，亮亮。又到了最开心时刻了。今儿的盆菜收入有点低。一下就拿了五十多块钱，就带回家。奶奶，奶奶，还你等着，谢谢。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